医生勇敢一点，今天就三角关系要弄清楚，呛虾。我觉得赵哥是完全没有办法跟我比，因为赵哥对强强来说，其实算是那种，怎么讲，就是那种好像是利用价值，对，就是有需求才会找的人。但是呢，我是那种强强想要嗨的时候，他只要开心的时候，真的是要头啊！真的，医生，我的，我说你这个小弟太闲了。他只要心情好的时候，你怎么警方已经在问我了呢？他只要心情好的时候，就会想到我，然后就会想要请我吃鲍鱼。这是怎么可能？这真的真的假的啦？吃什么鲍鱼啊？他会请我去那个整去海香海鲜城，然后请海香，请叫那个整桌的最贵的鲍鱼啊，然后生鱼片先给你吃就对。而且它是亲喂哦，它是亲手这样子夹到口中，这样子可能啊？对啦，因为强强有一些仇家嘛，还要先找你验毒。不是，因为我这个人本来就是照顾朋友，就是我觉得一个年假或什么假期的话，我会请一桌朋友吃饭，那我就请他来嘛，因为他刚好离那边近，请他来之后，哎，谁知道他吃最久的，吃最慢的，因为他真的没事，差不多要结束了，这个人还拉着不走，还在，他我就啊，你赶快塞一塞，塞了嘴巴差不多了，可以结束了吧？干嘛？你是想帮我买单吗？厉害了，人家医生吃过强强的鲍鱼，赵哥你没有吗？你有吃过吗？赵哥也可以，赵哥不要，我不要，很有男人味的。有男子气概，其实我喜欢的，赵哥。我来吃，我就去死呀！你吃看看，来来来，赵哥，你吃看看嘛。我吃不了，我们出题目，出题目了，出题目了。好，可怕。阿里来来，应该说，全世界只有我才能让他变成乖乖牌。哦，他最近啊，我们每次都在节目上都看他这样大啦啦的大小声啊，对啊，讲话疯癫疯癫，怎么了？其实他私底下讲话是有逻辑的哦，哎，而且会先分析给我听。哎，我突然觉得这个女孩子很可爱哦，她用微笑面对挫折。哎呦，其实她人生有很多人的挫折，对对对，很少有女艺人嘛被警方抓这么多次。对，但是因为我是个善良的人，所以我每次都是可以全身而退。老天基本上都是看得到我是个很善良，所以我觉得人只要善良，我们秉持着一个善良的心，自然就可以。那你要不要先带来一首《感恩的心》？感恩的心。我下次不会请写出强强最差的卫生习惯。哇，这很多最差的那一项。这时候突然间觉得懒懒很辛苦哈，没有人可以聊天嘛。对啊，我被打入冷宫。哎，这里好冷哦。你可以玩手游嘛？玩手游。好，来，一审的答案，一二三。五天不洗头，来，赵哥挖鼻孔、牙齿、挖鼻孔、抠牙齿还抠脚，哎呦，老兵跟老兵一样，鼻屎，对，我有以前啊，就是比较脏的话，我会把它粘在桌底下面。我开车开开甩不到外面，我就把它粘在方向盘下面，排挡那边嘛，几点就对了。对呀，这样比较干净，之后就不会卡在我手指上。但不洗头也是啊，因为我喜欢闻那个头皮味，我喜欢这样搓一搓，把它抓一抓，抓出来之后呢，那个不是有一个白白的吗？再把它弄出来之后，再把它搓一搓，再闻一下，精华，哇，好香哦！好可怕！你整次这样味道都得闻一遍，自己的东西怕什么怕？很爱叫别人，都不能认清楚自己人还不活啊？是不是？我们要把自己认清楚，也是啦。哦，卫生习惯真的不是很好，很差哦。好，来来来，下一题，请看，请写出强强最不可告人的秘密。想知道？来来来来来，不可告人的秘密。哇，那有什么秘密？大家都知影。先看赵哥的答案。哎，某西皮男艺人啊。对对对，利用他，利用他，利用他。对，有个男艺人哦，是在之前哦，常常跟他一起上节目哦，然后还蛮得到一些制作单位的好评啦。那但是那个男艺人好像有拿他的照片，有 po 在什么 FB 还是什么，让一些人误会，甚至是有些人认为说，啊，既然都那么好，应该可以在一起啊。他的朋友的朋友听到了。听到那个男艺人讲说，你就是强强跟他是不是真的在一起什么？那个男艺人还装了一副好像就是好像真的在一起，哎，但是是强强来追我，不是我去追强强。哦，哇，这个事情一弄就弄拧了，内行的人。
听这一段话就知道赵哥很生气。走心了，他气到鼻子喷烟了，站不住了，哇，好 OK 啊，来，等一下，等先看医生的怎么样？我知道他一个晚上多少钱啊？他有在，哇，你们的关系，这个太猛了吧！来，赶快告诉我们多少钱，谁会花这种冤枉钱？对，40万台币，没有，40万台币是这样子，有包是那个前阵子也是疫情的关系，然后呢，就是有一个那个就是有一个澳门的大老板，他们本来是在做博弈的，跟我说，哎，你开价，我们现在觉得就是10万港币，要我去澳门一个晚上，哈，我就想说10万港币，哎。我就跟他讲钱太少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要我哥？原则问题我们先弄清楚。你的气的原因是因为钱太少，钱太少。那你钱太少，我也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。那我那老实在讲嘛，那我这还有我的私人助理，还有我的妆发啦。那你我就跟私人助理，他就只医生，他就往那边看哦。那就说上次有说没有，他就说价钱随我开，那我就开嘛，我至少200万吧。那我不然就平常喝西北风啊，我还隔离两个礼拜，你当我什么东西啊？强强一直以为那个人真的是想要找他一起去玩牌，但其实不知道那个只是一个术语，一个暗号。没有术不术语，到那边再讲嘛。你有钱就拿出来嘛，什么事情好商量嘛，有钱就要商量。你没有钱都。讲那么多废话干嘛？重点我们看钱的嘛，很多事情就是把钱看清楚。我喜欢他这个叫真小人，而不要伪君子。对呀，你以为这种工作，你以为就你想做的可以做啊？为啥看清楚你什么来头啊？你没理可图骗我去，才隔离两周，搞屁呀！对呀，200万就是一句话 ，CP 值太低了，定金都没来。定金你来说吧，漂亮，没有，我还没公布我的答案。对，答案。对，我也是。哎呦，啊，结果是这个。没有啊，其实我是觉得要营造什么 CP 都是没问题，在台面上都 OK， 大家鱼帮水，水帮鱼，互相帮忙。我也没说我比较好，只是我是觉得这种东西，如果你要营造到私底下，你是不是要跟我讲一声？我可以发这个照片吗？我可以营造这种气氛吗？我觉得这也没关系。可是之后丫头，我最后跟稻草是，他营造的一副是我倒追他，来增加自己的行情，贬低我的价值。我追我男人有多少？200万。对呀、啊。就是拿不出来，对我旁边坐的都是大老板等级，你跟我说你就贬低我今天价值，我平常做那么多的东西，竟然被你人搞毁了。200万，我让你白赚呐！对呀、啊，我钱会有这么低吗？拜托，哦，有道理哦。你说这种在一起，我不用3天就被他榨干了，用榨干来形容啊？真的有考虑。